以太坊上的巨星 Vitalik 投资旨在打造世界级计算机，也就是以太坊过去常常挂在嘴边的口号。以太坊未完成之事，接力棒交给了 Mega ETH， 这一条公链有没有可能 make Ethereum great again， 让以太坊再次伟大？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TalkChain 的节目，我是 C Hash。今天分享一个早期项目，一条有鲜明特点的公链级别项目，它的名字叫 Mega ETH。这是一条以太坊的二层公链，主网还没有上线，但是技术优势很显著，以及市场也赋予极大的关注度。当下市场确实有非常多的 Layer 2，本质上呢都是通过一些 LAS 的服务做出来的公链，对团队的技术门槛要求不高，做出来的产品对行业除了分散流动性，我想不出其他更多的好处。当然，市场新的公链项目当中有一些依旧有创新， Mega ETH 就是其中的一员。这是一条高性能公链，官方经常用一个专有名词来概括自己的定位， Real-Time EVM， Real-Time 实时的区块链。所谓的 Real-Time 呢，就是一个高性能的公链，链上的交易可以实时的被确认。一般我们说一条公链的性能主要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方面是吞吐量，一方面是延迟时间。吞吐量可以理解为公链上每一秒可以执行的交易量，如果某段时间特别多人交易，那么低吞吐量的公链就会出现拥堵且燃气被激增的情况。延迟也很容易理解，就是用户提交交易到交易被确认所需要的时间，就是所谓的延迟。高延迟的公链没有办法构建高频交易，或者需要上链时间更短、响应时间更快的产品。Mega ETH 在这两个维度当中都有不错的表现，吞吐量可以达到每秒10万 TPS， 也就是每秒执行10万笔交易。单单听10万每秒的数据，不知道到底有多大的优势。在 Chainspeed 的网站可以检查当下各个公链的吞吐情况，这段时间被大家吹嘘性能很强的公链 Solana 理论的吞吐量性能是65000笔交易每秒，但实际 Real-Time 的 TPS 呢则是1000笔交易每秒左右。毕竟 Mega ETH 是一条以太坊生态的 Layer 2嘛，所以我们也需要和以太坊的数据进行对比。以太坊主网处理交易的极限大约是每秒60多笔左右，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太坊的交易一旦变得更加多了，就很容易拥堵，燃气费就会变得很贵的原因。以太坊二层公链的出现就是为了转移部分的交易需求。 Base 公链目前每秒可以处理将近70-80笔交易，在所有 Layer 2当中表现得最好。如果 Mega ETH 宣称的10万 TPS 性能真的能够实现，不仅仅能够超越所有的以太坊 Layer 2，也会超越 Solana 及一众其他的 Layer 1公链。在延迟性上面， Mega ETH 也表示自己的公链能够提供非常低的延迟，非常快的交易确认速度。据官方自己的说法， Mega ETH 是一条毫秒级别延迟的公链，主网上线之后延迟会控制在10毫秒以内，最终缩小至1毫秒。一样在这个网站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得见不同公链的出块时间，波场链3秒钟， Base 公链2秒钟， Solana 0.4秒，相当于是400毫秒。如果 Mega ETH 的延迟可以控制在10毫秒以内，对其他公链而言简直是降维打击。 Mega ETH 的创始人杨雷学长他也做了一个可视化的工具，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动画，这就是延迟的体现。我不是一个技术人员，所以肯定没有办法和各位很专业的分享技术上这条公链怎么样实现高性能。上周我做了一场和 Mega ETH 的访问，创始人的那套说法很清晰易懂，我就做个复读机转达那一套论述。其他公链团队呢做高性能公链，重新做了一条 Layer 1，设计共识层和执行层来实现性能的突破，但是 Mega ETH 的团队选择直接在以太坊上面构建一条 Layer 2，直接做一条高性能的二层公链。创始人的说法是 Layer 2实际上就是一种分工， Mega ETH 将共识层安全性的工作交给以太坊，本身以太坊就是超级去中心化的共识网络嘛，有最多的共识节点，最能够抗审查的公链不是比特币就是以太坊了，所以 Mega ETH 把共识去中心化安全这些问题交给以太坊去解决，
自己做它的 layer 度，团队就可以无后顾之忧，集中的去提高执行层的效率，以此分工来打造出一条既安全又能够高性能的公链。具体的实现方式，我阅读了他们官方的文档，我的理解最主要提升性能的设计是集中排序器，一定的时间内，可能几分钟里头只有一个活跃的排序者工作，从而大幅度提高速度。具体的技术设计框架，官网的这篇文章写的还算挺平易近人的，大家都可以去读一读，我会把链接放在视频下方。总结哈，团队的说法是，这套方案不重做 Layer 1共识层的工作，直接在 Layer 2上面优化执行层，可以确保自己提供高性能的同时，与其他类似的 Layer 1竞争对手相比，提供更加去中心化和安全的水平。因为这些安全性的工作交给了最能够抗审查的以太坊去处理，而其他的公链没有办法在安全性上面比得过以太坊。对于我们的用户和社群而言，可能更加关心的是，这条所谓的高性能公链有没有必要，出现了可以怎么样改变行业的现有格局。现在无论是 Layer 1还是 Layer 2，性能都不能说特别的强劲，包括 Solana、 Sui 和一众的 Layer 2，刚刚数据也看了，这就导致了很多类型的产品和应用没有办法直接部署在区块链之上，尤其是一些需要频繁上链、确认速度快的产品。如果在金融领域，那就是一些高频交易的产品。为什么 Hyperliquid 受到那么多交易员的喜爱？我们团队特别喜欢用 Hyperliquid， 因为这个平台上面的交易延迟控制得非常低，所以交易员可以在平台上面执行高频交易的策略。 MegaF 的主网上线之后，可想而知也会出现更多好用的 DeFi 产品。视频的后半部分，我们也会介绍 MegaF 当中做这类型产品的一些项目，这是 TalkChain 极度关注 MegaF 的原因，因为高性能对 DeFi 世界可能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为什么高性能很重要？现在在区块链世界当中最常用的交易所采用的就是 MM 的机制，自动化做事商 Uniswap、 Curve 都使用这套模式。但实际上呢，如果要更高效率、更低的滑点，中心化交易所的订单部模式会更加好。为什么以太坊至今都还没有出现或者普及订单部的现货交易所？原因就是因为性能不足，没有好的性能就没有办法很好的落实订单部的机制。当然也有一些团队尝试在 Layer 2相对性能比较好的公链做过一些尝试，但是因为性能的问题，没有办法高频交易和搬砖套利，这套模式的交易所就很难走得通。未来 MegaF 或者其他一众的高性能公链落地之后，可能会出现更多的 DeFi 创新。当然在其他领域，比如社交领域，比如全链游戏，过去因为链上速度需要做一些取舍的赛道，都会有一些更好的发挥空间。 MegaF 最终的愿景是希望能够成为世界级计算机，让不同的产品都能够直接的搭建在这条公共的区块链之上，让各种产品都可以直接交给代码来完成，更加透明、去中心化、自动化。而要实现世界计算机的这个目的， real time 实时链高性能就成为了充分且必要的条件。像我视频开头所说的，世界计算机实际上是以太坊以前用的口号，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以太坊主网更加侧重于安全、去中心化和抗审查，提供一个最安全的共识层。 MegaF 作为以太坊扩容的 layer 度，就拿起了世界计算机的接力棒。这一套方案和故事获得了不少知名的 VC 和以太坊 OG 的支持，总共有两轮的融资。第一轮融资呢，面向的是 VC 和一些天使投资人，2024年的6月份拿到2000万美金的融资，估值是9位数，也就是至少1亿美金。领投机构是知名的 VC Dragonfly Capital， 其他的天使投资人也都很知名，比如以太坊的创始人 Vitalik、 Consensus 的创始人、 Eigenlayer 的创始人等一众以太坊的 OG。 第二轮融资在前阵子的时候刚结束，看见 Hyperliquid 的成功之后， MegaF 的团队就表示，一个好的项目需要让社区拥有更多的筹码，而不是让筹码都集中在 VC 手上。所以第二轮的融资，他们选择在 Echo 的公售平台上面融资，估值和第一轮融资一样，不到3分钟的时间募集了1000万美金，份额很快被抢光了。我们自己也没有抢到这个份额，所以绝对不是因为我们有筹码了才和各位做视频分享。据团队自己的说法呢，第二轮融资的主要投资方是广大的社群，来自94个国家约3200名投资者，平均每个人投了3140美元。相比其他的竞争对手，这条公链的开发者社群有非常独特的社区文化，体现在两点。第一，用独特价值构建生态，不做平庸的复制品。
团队深知仅仅靠技术的堆叠不足以建立持久的生态优势，因此他们不追求简单复制其他项目的代码，不欢迎随便 fork 没有创新的项目，而是聚焦于推动技术极限，开发其他链没有办法实现的应用，例如说高频交易平台、实时社交、链上游戏等等，充分发挥 MegaF 的高吞吐量、低延迟特点，做出一些更加具有创新的应用产品，而不是一些 copycat。 第二点，与开发者共同成长，不靠激励吸引人才。很特别哈，大部分的公链在早期阶段会给 grant 来吸引开发者来到自己的公链上构建产品，但是 MegaF 的团队明确的表示，他们不会给项目方钱，他们可以孵化，可以帮助，但是不会用钱来吸引。他们相信一个好的项目本身就应该可以自己获得融资，所以 MegaF 不会给生态项目 grant 不靠金钱去拉拢开发者，反之他们愿意给开发者提供技术支持、资源平台与他们共同成长。比如说啊，他们曾经在德国柏林、泰国清迈分别租了场地一个月的时间，与 MegaF 上构建产品的团队同吃同住，了解这些项目方的为人，近距离的孵化项目，确保之后生态上诞生的项目足够优秀，给予他们比金钱更加有价值的帮助。这条不走寻常路的文化方案，不确定能不能为 MegaF 吸引到足够优秀的生态项目，会不会有爆款出现，目前无人知晓，一切都需要交给时间来检验。如果各位听到现在觉得 MegaF 这个项目有意思或者有前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生态当中的项目现在都非常的早期，有些白皮书甚至都还没有完全公布，但是就是因为特别早期， TalkChain 才会在此刻做这期视频，足够早期的去参与项目，无人问津的时候做一些贡献，帮助他们建设，我们才可能获得一些实质性的收益，包括但是不限于你可以比市面上的 KOL 更早的发现 Alpha， 你可以做某个早期项目的 OG 之后拿到一些空投，或者你可以找到一个好的项目进到团队里头学习。这就是我们 TalkChain 明明知道分享早期项目没啥流量，但是一直坚持分享的主要原因，只有人少和早期我们才有机会。不说废话，我们快速分享 MegaF 上面我自己关注的几个生态项目，可能会有些纰漏，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补充。第一个项目是 CAP， 这个项目也是 MegaF DanX Builder Program 当中的其中一员，这是一个 DeFi 项目，去中心化的稳定币，类似 Edina 和 Usual， 这个稳定币希望去捕获外部的一些真实收益，但是他们采用了独特的收益模型，平台当中有些角色叫做代理人 Agent， 每个代理都代表着一种收益策略，比如期限套利、 RWA、 美国国债、流动性挖矿等等的，这些代理会在内部进行竞争，来为 CAP 提供安全且收益高的策略，稳定币的持有人就可以获得多种多样的收益，这是一个更加具有灵活性的稳定币项目，内部的代理竞争机制以及具体实现的方法比较复杂，这个稳定币项目是否有一些隐藏风险，后续有更多信息公布了，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和调研。值得一说的是，这个项目已经获得了190万美金的融资，机构包括 Robot Venture、 Kraken Venture 以及众多 DeFi 的知名天使投资人，比如 Synthetic Balancer、 Eigenlayer、 Polygon 的创始人，其中一个天使投资人也值得稍微提一下， MegaF 的创始团队成员 Namik 也是投资人之一。第二个要介绍的项目叫做 GTE， 一样是 DanX Builder Program 的其中一个项目方，同样是一个 DeFi 项目，它是一个 All-in-One 的交易所，具备三项功能，第一项功能是代币发行 Launchpad 平台，第二项功能是现货交易所，第三项是合约杠杆交易。具体的白皮书和机制官方应该还没有公布，但是结合 Discord 群组里头团队的说法，我猜测大概率是一个 Order Book 和 MM 机制相结合的交易所，主流的资产可以用 Order Book 来提供流动性以及更加低的滑点，长尾资产呢则可以使用 MM 机制作为辅助。融资信息该项目还没有公布。第三个项目叫做 Valhalla， 这是一个永续合约的交易所，目测打法应该和 Hyperliquid 有点类似，基于 MegaF 的超级快公链配合 Order Book 订单部做了一个合约交易所，官网也可以看得出内置了 Vault 金库的功能，有了这个金库就可能可以做一些能够叠杠杆的 DeFi 产品，详细信息还没有公布，我们可以一起期待一下。目前该项目已经公布了融资情况，虽然一样不是特别多的钱，但是能够在现在融资成功算是阶段性的胜利，一样是 Robot Venture 领头 Eigenlayer 和 MegaF 的核心团队成员都有投资该项目，
如果各位详细去看 MegaF 的生态项目的时候，会发现到很多的生态项目都有 EigenLayer 团队成员的投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MegaF 的公链和 EigenLayer 有比较密切的合作，这是我刚刚没有和各位报告的细节内容。时间有限，其他项目我快速给各位介绍详细的信息，如果各位要讨论或者了解，可以进入到 TalkChain 的 Discord 群组当中，我们随时交流。比如说 Biome 是一个元宇宙概念的链上游戏产品， Tackle 是一个借贷协议， Noise 这个项目我倒真的看不太懂，信息太少了，只能够确定这是一个注意力经济的产品，可能会结合 DeFi 做一些新的玩法。除了这些产品之外， MegaF 也希望能够孵化以及诞生一些落地多人使用的爆款产品， PM Web2 取向的产品有两种，我也是在关注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项目是 Lemony， 这是一个 Web3 版本的 Luma， Luma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就是这一款产品，我们去参加很多 Web3 的线下活动，经常用这款产品来报名。活动项目方呢，可以用 Lemony 这个平台去创建活动，参与者也可以用这个平台去报名活动。这个产品已经可以使用了，就是一个 Web3 版本的 Luma，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另外一款产品呢是 Hot Network，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产品，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 VPN 服务，机制类似于洋葱浏览器，极客们必备的一个浏览器。去中心化的 VPN 服务可以更加保障自身的数据不会被中心化的服务商泄露，也更加不容易被发现自己使用的就是 VPN， 比较不会被 ban。 这种去中心化的 VPN 有个很关键的地方，是在于他们需要实时的优化路由，每一次节点之间的通信都需要快速的响应，如果底层的区块链吞吐量很低或者延迟很严重，使用 VPN 的用户就会觉得非常的卡，所以这套方案必须搭建在高性能的公链，其他延迟高的公链就没有办法诞生这种类型的生态应用，这也是 MegaF 的优势。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期待有没有更多有意思过去因为性能没有办法诞生的产品被创造。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无关个人利益，我个人很期待高性能公链的发展，区块链要走向大众，要出现更多好用的落地产品，底层的计算机性能一定要与时俱进，底层公链有更好的性能，地基之上才可能搭建华丽的建筑。 MegaF 的创始人写过一篇论文，谈论了世界计算机存在的必要性，这一篇虽然有点长，但是写得很好，有时间的朋友们推荐都可以去读一读。高性能公链赛道竞争激烈，老牌的项目有 Solana、 Sui、 ICP、 Fandom， 新兴的公链有 Monet、 Hyperliquid， 最终胜利的果实花落谁家，让我们一起期待。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看好的公链名字，一年之后我们再一起回看自己的预测是否成真。希望这期视频对各位了解币圈最前的信息有一丁点的帮助，我是 CH，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